电白线，黄龙城电白线，这条街都是亚洲，都是亚洲。卖了41斤。好，我来，就又来这么多哈。来这里是吧？好，对，好，啊、好，走了。这35。好的。我说你那个亚洲有没有？来尝一尝。什么？亚洲是什么意思啊？亚洲就是鸭汤煮的粥，就是有味道的。哦，亚洲多少钱一碗呢？3块钱一个人。哦，也来过亚洲，我要吃点米饭。嗯，你吃米饭吗？好、哦。也收米饭。鸭大，你们这个鸭子比我们家鸭子大。这是黑色的炉鸭，你们那边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那边没有这么大鸭子。像这鸭子有几斤？这是小的，有些更大。最大的几斤？10斤。我的妈，大！那是什么？这个？这芫荽啊。香菜吧？香菜。不是这么好，你吃什么也不行。我只能吃的汤头的，你尝尝。来吧，亚头，你先尝一尝。我吃不了这个，我吃不了这个味道。我吃味道不好。亚洲这么一碗3块钱。干嘛呢？我干碗米饭，我来尝尝这个鸭子。我这个味道怎么样？这块特色，来地方要吃地方特色。北站鸡那个味道，你什么料子？北站鸡更吃不了。这肥水煮的蘸这个料吃，没有咱六老的好吃。他们这地方不用材料，不用大料。一点材料没有。没有，那那边好吃。一方水煮养鱼，一方的。像这鸭子是肥水煮的，就跟那个北站鸡的味道，一点点味道都没有。这血的也是肥水。哪有扬州老鹅、南京那个烤鸭好吃？要在南京，在扬州，我们店里连一直都卖不出去。老大，扬州，盛极扬州。